老汤极品鲍鱼，最传统的做法。汤汁浓郁，说明你有一定的基本功。汤汁并未完全渗入鲍鱼内部，说明你对时间的控制还不够好，与芦笋的搭配也十分的老套。你只是简单的把两种食材放在了一起，毫无想象。我的想象力是留在比赛时候用的，什么样的人配吃什么样的菜，你丝毫不值得我为你浪费时间。是吗？还是你被食材的价格吓到了，担心做砸，所以选择了最传统的做法？我被一个鲍鱼吓到了，满意了吧？我看你根本不是什么恶龙，就是个弱鸡儿。走了。站住！你是来找林可颂的？怎么，我认错了吗？那你是？我是林小雨，鲍里斯的徒弟。你这么狂妄，不如露一手。就等你这句话。开始吧。面粉和黄油应该有吧？当然有。
咱们那不也好了吗？咱们这好吃吗？咱们那好吃，就是有点烫了。流沙包当然烫了，你看沙都流出来了，能不烫？太好吃了！哎，行，干活了，干活了，赶紧干活！哎，师傅，你这个工作挺酷哈。哎，你们那儿有没有打枪的？我打枪巨准。哎，师傅，还有多远啊？那个，我想上厕所。行行，到了。这是你宿舍。下一个，注意保护。下一个，哎，小心点。下一个，一起参加比赛的选手都已经百尺竿头开始更进一步了，我这第一步还没跨出去呢。三天了，每天12小时重复同一个动作还做不好，我真的特别烦躁，特别绝望，特别崩溃，并且无奈地接受了自己起步为零这个事实。然后奇妙的事情发生了，我竟然开始稳步地走向成功。终于，不是我那么多次都一次性测准了，你就不能表扬我一下吗？不行，因为不值得。那你做的事儿就很值得吗？是啊。你在干什么呢？我在试验大分用的茶品，玉轩每季度都开不出新菜来。江先生，这是李燕助理送过来的点心。你放着。啊。点心啊。我能吃吗？你这馋猫，我这些茶品就要和玉轩那些茶点做搭配的。这是玉轩的点心啊，难怪这么好吃。我最喜欢吃甜品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喜欢吃甜品。哎，这个桂花和红糖还有椰浆混合在一起的味道吧，就特别的。回你房间去，把基础烹饪原理抄5遍。没有为什么，马上。地板要在下午4点前擦干净，不然开餐前地板还是湿的。奥利，江先生，江先生。这什么？这什么？
我让他们加进去的，因为有了甜味味道更好，加了糖之后客人们也更。我只问你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这样的反应，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那是我的餐厅，所有的菜品都必须要我同意，这不需要我再说了吧？林可颂告诉你的。是。你告诉我，你还搞了什么？没有了，只有这个。我没有告诉你，是不想伤害你。我最后一次警告你，不要再动我的菜品，就算有错，也是我向金丹负责。有我在的地方，不会有他。小伙子来了，你是吃饭呢还是找小雨呢？我是来找小雨的。您一定是小雨的爸爸啊。你是哪个国家人呢？我是加拿大人啊。加拿大 Henry Bendewin 的故乡。谁？医生 Bendewin 医生，野游击队做手术的啊。白求恩呐。对。哎呀，不错，现在年轻人呐知道白求恩的不多了。所以我从小就对中国感兴趣，学了中文，来到中国已经5年了。啊，难怪呢。多大了？22了。你来中国都干嘛呢？在美术学院学水墨画。你学水墨画的跟小雨怎么就认识呢？我也喜欢做饭，所以参加厨艺比赛了。未来之星那个比赛跟小雨一样也入8强了。啊，喜欢做饭。嗯，好。嘿嘿，喜欢做饭哪儿靠谱。行了，小雨在后厨，你去找他吧。知道怎么走吗？出门左拐再左拐啊。哦，好，知道了，去吧。谢谢了。林叔，我看这小哥长得挺机灵的，怎么张嘴傻乎乎的？什么傻乎乎的呀？小雨厉害，得找个听话的。也是，不过雨姐这脾气啊，有的她受了。干活去，走。小雨，你好。怎么了人？鲍鱼酥，你们餐厅怎么会这个呢？Victor 来过了。你知道他？欧洲和北美的美食界都知道他，天才嘛，到别人的后厨炫耀厨艺，提前来单挑宣告胜利。不过他也确实厉害。不是，你今天来干嘛的？我看你被导师选中了呀，想来恭喜你。顺便告诉你，我也入8强了。导师是黄石先生，你听说过吗？没有。我看你过来就是给我添堵的呗。你说他厉害，意思我不厉害呗？不是，只是你现在还不行。你再说一遍。就是你现在还不行吗？出去。怎么了？我叫你出去。啊，怎么了？严厉，你们不会喜欢我，但是你们怨恨我，
就会学到越多。我不鄙视南方人、北方人、城市兵、农村兵，在这儿，你们都被平等看作为一文不值的新兵蛋子，所以你们没有权利和外界联系。听明白了没有？快起来，躺着干嘛？躺着能闹钟点啊！起来。辛苦了，好，谢谢啊。哎呦，坐会儿。老林，谢了，走。哎呦，向前辈，我回去要是不弄你，我就不姓宋。送我裙子，欺负我于心有愧了是不是？你想太多，这工作服。工作服？穿上这个怎么炒菜啊？没人让你炒菜，想送你去玉轩吃饭。真的假的？我还以为你说话不算数了呢。我说话从来都算数，不过不是我跟你一起去，你自己去。也是啊。都吃过这么多次了，嗯，你等一下我，我先拿包。缝钉子了吧？钉子？哎，你这中文呢还不行，刚刚轰你就是缝钉子了。哎，对对对，行了。拿筷子吃饭啊，老板给我。哎，没心没肺的啊。你的导师是中国人呢还是外国人呢？是中国人，叫黄石。我昨天见到他，他带我钓了一天鱼。哦，你的导师啊够不务正业的啊。是，黄石先生特别任性，想做鱼就要自己去钓，钓不上来就不做了。那他那店里头就没有菜谱吗？还真就没有，每天做什么全凭心情，基本上是淮扬菜，他那儿得提前半年预定。那够潇洒的，但他那个脾气秉性，参加比赛能行吗？黄石先生说，比赛不重要，跟同行切磋提议才是目的。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对，非常对。小伙子，你是个明白人，记住了。嗯嗯，行了，别光顾说话，吃饭。啊，谢谢叔。嗯，这米饭好好吃啊。哎，这个电饭煲啊，是小雨新买的。嗯，煮出来的米饭呢，跟柴火烧似的，特别好吃。嗯，喜欢吃就多吃一点啊。那谢谢叔。行，哎，反正你有的吃就行了。嗯。哎。
您好，欢迎光临，请问您有预约吗？有，楚婷。稍等，楚女士，这边走。No way I can hide. My bedroom is changing. Wanna let you in. You're the special one for me. 你好，家里下封为章鱼，名字叫美人如钩，慢游。谢谢。Look into your eyes. No way I can hide.My daydream is changing. I wanna let you in. You're the special one for me. 嗯，哎，叶子小姐，那个现在餐厅里面好像来了一个美食家，以前我从来没见过他，他现在一边吃着东西一边在手机里面写着什么。好，知道了。甜点请慢用。谢谢啊。怎么不好吃？你不是去参加活动去了吗？看来你对我的行踪很了解啊。我已经吃饱了，我正要打包回家呢。哦，正好，我也想去见奥利。趁我不在竟然派林可颂来试吃，你是有多不相信我？你就那么相信他？我只相信事实，没有的话我跟你道歉，有的话你跟我道歉。林可颂，你吃到了跟我描述有什么不一样？我在那个章鱼的里头尝到了彩椒和小洋葱的味道，我记得你跟我说的是青椒。你怎么说？你徒弟的味觉果然惊人，这道菜我们一起在西班牙吃的时候就放的彩椒和小洋葱。这件事情我记得，不用你提醒我。我就是不喜欢那种味道，我才把彩椒换成青椒粉末，我也才把小洋葱去掉。你为什么把它放回去啊？为了回忆，奥利，我们的回忆。现在的玉轩也不会有今天的米其林三星。三星，三杯酒。三星，好，那就喝三杯酒。三杯酒。No, you're gonna finish the drink. One, two, three. 喝。And one more. 好，一二三，喝。老板，真的没发现。One, two, three. 三星。One, two, three. 玉轩，我喝了，我喝了。Good night, my girl.
晚安。Miss， 你怎么来了？奥利，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我妈妈和弟弟已经等了你两个小时了，你竟然还在厨房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对不起，我没听到。我之前嘱咐过你的。我知道了，下次绝对不会这样。我答应去换衣服好吗？你又来了，奥利。下次，你都说多少个下次了？都100次了。你让我怎么相信你？这是我弟弟和我妈妈，他们第一次到中国，你就这么对他们？你的心里只有你的菜，根本没有我。够了没啊？闹够了就分手算了。洗面包还不睡啊？娜姐，我睡不着。还有什么活没干完吗？我帮你忙吧。不用。有心事啊？妮娜姐，江先生和伊丽丝的关系为什么这么奇怪啊？一言难尽啊。那他们以前是恋人吗？伦敦宇轩得了三星那会儿好过，没多长时间上海宇轩开业前就分手了，是江先生主动提出来的。啊，伊丽丝那么美又那么能干，江先生怎么会舍得啊？你可不知道，伊丽丝这个人呢，平时看着挺冷静的，一谈起恋爱来就不是他了，占有欲好强好强的。那段日子他跟我们住一起，把江先生缠的恨不得一天25个小时跟他一起，还得说爱他。我还以为他是那种大女人呢，没想到这么没有安全感啊。江先生能受得了吗？受不了。奥利这个人啊，心思都在做饭上，经常忽略伊丽丝的感受，所以两个人就没完没了的吵架。最激烈的一次，伊丽丝把厨房给砸了。好的爱情不是这样的，两个人都太消耗了。奥利完全没有心思工作，就跟伊丽丝提出了分手。奇怪的是，伊丽丝走的那次却非常的平静。妮娜姐，嗯，你认识江先生多久了？有10年了。10年前，我在蒙哥马利家做事。有一天，蒙哥马利领回家一个小伙子，说是在伦敦唐人街一家小餐馆发现他的，一定要收他做徒弟。这个小伙子就是奥利。4年前，蒙哥马利去世了，我就跟着奥利做事了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也准备休息了，你也早点睡吧。妮娜姐晚安。
晚安。江天帆和伊丽丝的爱情真的好可怕。妮娜姐说这是不好的爱情，那好的爱情该是什么样的呢？睡着干嘛？几点了？两点了。今天晚上。哎。嗯。给你五分钟时间，刷牙、洗脸、换衣服，等会儿门口见。啊！又要干什么？到底去干嘛呀？你动作快一点，带你去培训呢，走。什么培训这么晚要去啊？有病吧？少废话。你不是想学秘籍吗？嗯。谁家秘籍半夜两点钟学？我要带你去找食材，等到你睡醒，秘籍就采没了。精神点。嗯。那今天算培训，前两天是什么呀？前两天是热身。你知道你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在哪吗？就是浮躁。热身能把你身上的浮躁去掉，让你归零，你才有办法学习新事物。懂了没？嗯。醒醒。吃饭了。嗯。到哪儿了？有机农场。来。醒来。家人早。早。他们都是玉轩的厨师。这么早还选菜有病。来，尝尝。哎，你别闹了，早上起来吃这个胃都烧坏了。谁给你闹？吃。不辣哎，甜的。这是跟我们平时吃的品种不太一样吗？吃青椒跟我们平时吃的是完全一样的。青椒这种东西，从凌晨的3:10到3:30是甜度最高的时候。
但从他们采摘出来那一刻起，每小时的甜度会快速降低，每小时降15%。原来我们在菜市场买的食材和食材本身的味道原来差这么多，那你们怎么保鲜啊？正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我从来不用青椒入菜，而青椒也只是玉轩众多蘸酱中的其中1/8而已。如果非要使用青椒，也只能在它甜度最高的时候打成酱，然后放在有氮气的袋子里，防止它氧化才行。蘸酱1/8都这么麻烦，真是真偏执。你说什么？你最好快点开始了解我。拿着，以你刚刚吃到那为基准，去摘出最好的给我。摘错了你要吃掉。你没听错，去。右边。3:30吃了5个青椒，我长得就跟青椒似的。现在，如果不是让你吃了5个青椒，补充了维他命跟水分，你以为你到现在还有力气给我发牢骚？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你去哪儿？找蜗牛。蜗牛吃青椒吗？我送给他。蜗牛吃含水的东西，比如说你的脑。啊！当我没有啊！啊！哇！嗯，他们怎么都不动了？蜗牛一年的时间里面有半年在睡觉，这段时间它们不进食也不生长。你看到那些大概都1岁了。他们都在睡觉，我们在干什么呢，江先生？蜗牛怕阳光，你怕阳光啊？在白天的时候，即使你把它放在水里，它们也不容易醒过来。就算醒过来，吸水效应也不好，肉质就不会醒。跟我一样，我一天不睡够24小时，我也觉得我的肉质不细腻啊。是啊。所以当你选择你的同类做食材的时候，要选择两指宽，身形流畅，不要畸形，不要过大。手来。干什么？放在手里掂量一下，重量够沉，肉质才会好。去找。哎，如果我这次找不对，我能不能带回去当宠物啊？如果你找不对，我会把它放在你脑门上。仔细看看，喏，那个就是你说的海龙王，它本名叫敖日新，它所有的鱼啊都是一条一条钓上来的。如果用网子捞鱼的话，鱼在网子里面互相碰撞，表面就会受伤，肉质就会不好。又一个偏执狂，他比我还狠，所有的鱼货都是钓上什么卖什么，没得预定。早啊，船长，收获怎么样？早啊，江先生，收获倒不错，只是很遗憾的，今天的鱼全部都卖出去了。怎么会啊？你上来之后看到的第一批客人不就是我们吗？是吗？你在这儿做什么？早啊，奥利，我猜到你今天早上会来，所以我昨天晚上就上船。敖船长钓上一条，我就买一条。现在这些鱼都是我的。你这个人怎么能这样啊？你都买了，那别人买什么呀？你想要鱼也可以，那个送，除非你跟我打个赌。你怎么知道我叫什么？当然了，恶龙公主，因为我是本届未来之星厨艺大赛的冠军，伊利斯的弟弟维克特。比都没比了，你就是冠军了。行，赌什么？
Don't bury your sin.